选后一大早，稳守民进党北部三县市，拼连任成功的市长纷纷开始卸票行程，不约而同不走过去游街卸票模式，而是改成公庙市场路线，正是因应党内败选氛围，低调点好。那个政策上，是不是够周延啊？推动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，是不是有充分的去？ 这个跟民意来接轨哈，我想这都是未来需要反思的一个地方。跟林智坚市长还有林佑昌市长通了电话，要给这个中央打气。那二方面也希望能够进行反省。刻意低调，但三位连任市长却遮盖不住这回选票赢得漂亮事实。郑文灿桃园过半。 林佑昌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票基隆市长，连年纪最轻的林智坚也打败老手，成为新竹市首位民进党连任市长。这三位俨然在绿营大败这时，一跃成了党内最能大声说话的人。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哦，那我觉得中央一定要汲取这一次公投的这个投票的教训哦，失败可以让一个人成长。 那挫折也可以让一个政党重生。对于接下党魁的传闻，郑文灿低调避谈，却也没有说死，但开口闭口已经直接连指中央。看来在人民自觉这股洪流中，民进党的中生代已经挺过，准备发光发热。记者朱玲珑、何孟谦、林中正、基隆新竹桃园综合报道。